要看有 Sunrider 仙妮雷德冠名赞助的金头脑。All right, let's continue. 我们马上要进行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向前往啊！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的获胜者，原来是我们的第一组 Leo and Lisi 啊，哎，今天的表现非常好，恭喜恭喜！好，接下来呢，就马上要介绍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 Sunrider 的代表 Ruben。Ruben, welcome in. 好，这是第一次上节目吗？对啊，这是我第一次。有点紧张，有点紧张，你要好好带领我。好，会的，会的，好，尽量让你更紧张啊。没有，紧张就是他们嘛，因为呢，在这一关呢、啊，这个他们都有机会就可以获得奖金了。Danny, how much money can they make from 100 to 200, 300, 500, 1000块钱。哎、欸，所以你们今天表现要好好的加油了。这个 possibility。Yeah, OK, 好吧，马上就要开始选牌了。好，首先呢，这个在 Ruben 的手上有三张牌，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Power 七牌 ，Yeah, Power Seven。One of these. So Lisi and Leo, you can choose one of the three. 你们选哪一张，然后要放在哪一个位置呢？那个 Power Seven 就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牌。嗯，这个就是你要是选了之一，就是不管比七大比七小，就可以过这个关了。你们选哪一张呢？左边还中间还右边？我们选最右边这个吗？你确定吗？确定，想清楚一点啦。确定。目前你们选的是这一张 ，Ruben 不断的跟你们暗示，有可能还可以再。相信他吗？呀，考再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因为这三张再考虑一下，不要再跟我讨论了。这一张吗？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再考虑？5, 4, 3, 2, 1，就这张，就这张了。好吧 ，Ruben, we don't look trustworthy. 他们一点都不相信我，还有你。好吧，我已经给你一个提示，我告诉你了。但是说不定他在玩弄你们呢。好吧，那就这张要放在第几个位置？我们放第一个位置。第一个位置，好吧 ，Let's put it in.All right, let's continue down、the line. 好，接下来呢，哪一张要放在第几个位置？第一张放在最后一个位置。放在最后一个位置，好吧？最后一张放最后一张，放在最后第二个位置。第二个位置，这一张放在 ，Oh man， 放在第几个位置？第二个位置。第二个位置。最后一张放在。好吧，最后一张放在第四个位置。第四张，这张，哎，放中间，放在中间的这个位置。All right, cool. 你们有信心吗？你们觉得你们这个 Power Seven 牌有没有放上去？有没有在上面？应该有吧。哦， oh, 所以你们还是 ，They think we're still lying to them. Okay, cool. Let's see what's going on. 好吧，马上就要看看第一排，你们觉得比七大，比七小？大。好，比七大来 ，Lucky Seven， 恭喜你们！哦，恭喜！好，拍得好。好吧，哎，这个就是他们刚选的嘛，这个就是你们刚选的。对呀、啊。虽然你们有点哎 Lucky 就过关了，但是你们就知道你们那个 Power 七牌就没了。好，所以你们这个要注意了。他刚才真的很努力在帮助你们，你们都不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排，比七大，比七小，小吧，小。哎呦，真的老了。比七大，比七小，你们刚刚说什么？小小。啊，我刚才没听清楚，你们刚刚说什么？敢说什么？比七小还比七大？比七大，比七大嘛！啊，对对对对对对，好 ，Lucky Seven， 比七的。哎呦，观众，这个第一组你们有福了，观众朋友也有福了，因为呢我不断的在露屁股，好吧？来，这个我们先看看第三张牌，你们觉得第三张牌比七大，比七小？要是猜对了就是300块钱。呀呀，目前你们已经获得200块。对。啊、所以现在就轮到
300块。如果你们打错的话呢，200块没了，你们是200块的一半，就等于说是100块。所以 trading 要继续 ，trading 要继续吧，继续吧。OK， 好，对不起，你刚刚说你们是比七大还比七小？小小小，比七大比七小，比七大还比七小。比七大还蛮那我们要不要改一改？我觉得我太认真的在帮助你们，但是因为我们是我们第一集的播出啊，我希望可以多给你们点力。好，再来一次，比七大还比七小，一二三，大，比七大 ，Lucky Seven， 恭喜你们啊！好吧，现在是轮到$500，你们觉得比七大比七小？等一下。Oh man！ 对呀、啊。Oh no！ 他赢的。我看你们可能要放弃了，不要再玩了，要放弃了。他们都没有猜呢。好吧，那我就还是给你们。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吧。来，你们觉得这个第四张牌比七大比七小？好，我们还是猜大。确定了吗？大，现在轮到，是因为现在到第四张，现在轮到 Jeff 在帮助我们，还是在帮助制作单位，都有可能啊。我没有那么 nice， 我到第四张我就已经不 nice 了。好，你们可以继续保留你原来的答案。OK， 来，比七大，比七大，来 ，Lucky Seven， 恭喜你们！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直接把500块带回家？还是你会 take a risk, take a chance and go all the way to 1000？ 我一定会继续啊！你真的会继续啊？take a risk。好吧，如果你去私底下说，如果你们输的话，他那个1000块他会直接从他的口袋拿出来给你们。Yeah, right? Is that what you said? 已经开了支票了。已经开了1000块，所以你一定要带回家了。我们金头脑的第一集的第一组，这个参赛者，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呢，你们要不要继续，还是自己把500块带回家？我们决定继续。要继续了，耶、yeah! ！Hold on, I gotta look. This one, I don't know. No, I don't wanna look. 我不看了，我太紧张了。太紧张了。因为如果我看了，然后我没有帮助你们，我会有罪恶感。Yeah, yeah. So I don't need to feel guilty from my own show. Okay, cool. 好吧，第五张牌如果过关的话呢，就是1000元；输的话就是500的一半呢。好吧，你们觉得第五张牌比七大比七小？好。哎，这个，我们大家要回家了。来，决定小。嗯，决定了。小比七小，来。Lucky Seven! Oh no! Maybe, oh yes! 你真坏啊，节目单，你快一点急死了我们！Alright! 我的心都蹦蹦跳在这儿。One more time! Lucky Seven!你这里第一集播出，马上就有人获得1000块，这是不错的，这就是我们的金头脑。我们谢谢所有今天参加比赛的朋友们，再次谢谢 Ruben 来。好吧，那接下来的话就要再请我们的购物女王珊珊出来拿奖，恭喜你。好，再次我们请我们的 Ruben 来颁奖，当当当当当当，再次恭喜我们的地主获得1000块奖金，同时呢，特别谢谢我们今天参加比赛的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也、yeah, 谢谢我们的购物女王珊珊，也、yeah, 特别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金猜 Danny， 表现非常棒。还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 Sunrider 的 Ruben，Thank you so much。好，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今天 ，Thanks for watching today。我们再次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见，有 Sunrider 仙女雷德冠名赞助的
金头脑，奖金 大，有本事你来拿。Thank you everybody. See you next week.赞助 Sunrider 仙尼雷德，荣誉赞助赛普特精品电视、许氏森业集团、金兰食品、长荣航空，感谢特约伙伴。